我记得他声音很可爱的声音。我记得他声音很可爱。好可爱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你又在偷打针？我课要课完的。哎、欸，我要课一下。你也要课？不是我都在课。我有一天死掉了，结果都空了。给你一些让你会兴奋开心的。兴奋开心的，你攻啥？啊！这个声音。哎，你看你刻完之后呢，你再拿这个棒棒按右键，哇，你就可以射东西啊！哇，真的，这是幻觉吗？哇，这是幻觉！我怎么看到东西射出去了？这是你嗑药的下场。什么东西被射出去了？啊，突然打个，可以，突然打个针，突然就有东西飞出去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会扣 mana 哦，没事没事，这会扣你身上的 mana， 所以你嗨完之后，你还要再补充，再打，还要再打，蛮正常。天啊，大家不要共用针头哦，也不要去，哎、欸，北来哦，不要北来哦，不然你们就没钱养我们这些实况组了哦。哎、欸，其实说真的，真的觉得这个游戏如果他补充 mana 方式这样打针的话，真的很像是药头哎、欸，对啊，真的超像的，超神秘。那跟棒棒魔法的吗？什么棒棒？不是，那个是魔法的。这个是，请看他影片哦。哎，哦，看他的影片都、哦、出了，有出了，赶快去看哦，赶快去播影片哦。应该说，植物魔法棒棒不会有攻击力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没事没事，植物魔法我记得没有吧？植物魔法我记得植物魔法很少攻击性的法术吧，就可以用。忘记了，有点、要看一下。对啊，不知道后续有没有，但是起码我之前玩过的植物魔法都没有攻击性的法术，都是 Funcraft 才有。嗯，可是对啊，这个是 F 好，我大概懂了逻辑，所以。这个发电机是另外的。我现在要一个电视，我要弄一个叫做环境什么东西的环境控制器，它是 KRF 电啊 ，RF 吧，所以也是 RF 的。嗯，那我做这台要干什么？哪一台？就水力发电啊。那我水力发电干嘛？你不是要让你的厨余机发动吗？的厨余机是什么电？什么是厨余机 ？GP 啊？对啊 ，GP 就是水力啊，水力发电的它就是 GP 啊。那可是我如果要让 RF 发电，不是另外的东西了？你要先让你的水力驱动你的厨余机，厨余机再发出 RF 的电。哦，好，这样我懂了，行。你有攻读生才有正职，好。哇塞！魔九涛，就有人说什么？你如果换工作的话，同性质你换掉可能只要学三个月，对不对？学一个礼拜啊！你不同性质换工作的话，就要学三个月，因为你要从头开始啊。对，什么意思嘞？就像。你平时餐饮业做久了，你会端菜端那些有的没的，但你改成业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柜台啊，超全部都要重来了。对啊，都要从头来。嗯。啊，我怎么看有人说斜对角上面放啊？这边放吗？有用吗？斜对角上面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哪边啊？没有在问观众。哦。水力发电影院是四，后面会效率更高。要怎么六面有水？你说上下吗？可是上下没有，上下也有吗？上下没有螺旋桨啊，上下没有那个东东、啊、有桨啊，你没办法让它流动状态啊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是的话，它那个也太危险了吧？你要搬它的时候，每个地方都有桨。
一手一过去被搅搅一半啊！我的小，我的手指，你的小什么？你的小什么？你的小什么？你小什么？讲清楚哦，好好说话哦，好好说，小手指哦，好，好了。其实我刚刚不是想要讲小了，不能讲多，差点讲成香肠。哦，这是你的小，不是，不是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们讲不行。哇，先开车人讲不行，好啊。车子发动了，说不能不能开，不行，对啊，不行，允许团团发车，百姓走路啊。等一下这两个没关系吧？等一下。你尊重繁星，尊重我什么？请说。不存在六面的，因为会变无限水源。没有，他可能说上跟下啦。两脚棒已经满一台，是六 GP 一台，请尊重繁星小棒棒。不是说小棒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乱把两个人的话在一起吧。不是啊。好 ，Joko 说，请尊重繁星。庄凯毅说，小棒棒。好。好好好。繁星小棒棒。有话跟哈基他们接电啊，用。的特斯拉无限充，然后哥哥，哦，所以可以直接从哈基那边发电发到这边来哦。有要配线吗？还是只要做个基地台之类就好了？基地台太吵了吧？其实现在还不能吧？我感觉没那么 OP 对啊，我们现在应该还不行吧？我觉得现在还没去中介吗？嗯，我们现在进度应该还没到那边。再发十六个电，嗯，所以十六是最大化了啊。十六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，这是不是要一样丢了 ？OK， 我要挑个好位置。喂，笑到累了，没有笑到累啊，还好啦，没有笑到累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老板不要挖坑给我跳，什么啦？你那边，哦。好，那欧北，欧北来，你是最常开车在那边给我看手机的人呢、欸？开车看手机，开车要看前面啊！欸、开车看手机太危险了吧？他就常常在那边开车下班，哎、欸，我下班了，已侦测到超速照相，前方一公里之类的。哇塞！哇，这样不行哦。可以用一 U 二的。现偷别人家的电台偷东西吗？我私下用，不要、啊，现在先开台教我怎么偷吧。开台教你怎么偷？不是啊，你们现在都在讲那些中后期的东西，哎，不要讲那种。你以后要当警察、啊，当变形金刚啊，有的没的啊。变形金刚，没有、啊，就是小时候你想长大成为什么啊？哦，对吧、啊？我要当超人啊之类的啊。那、啊、你们有想过要当什么？我以前还真的写警察、欸。为什么？啊、这原因有是因为我爸以前就是常常会戴警察帽子，那、是我长大之后才知道他那个帽子是一个叫救难协会的。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就可能类似救护车那种东西，但是是。私营的吧，不是民营的那一种的，也、欸、就可能那边今天有人溺水，就可能一群人就是类似当义工这样，去救这样。后来就是小时候幼稚园小班的志愿是写那个，但是我中班的志愿开始写我要当画家了，厉害吧、欸？为什么？厉害吧？突然变了。对啊，那从那时候开始想要当画家到现在，已经开始有一点。嗯，开始在就靠这个的话，这样算是有，这样算是有啦，这样算是有啦。至少我小时候没有喜欢当死矿子嘛，是不是？没有吧？小时候没有吧？有吗？哎、欸，小时候搞不好就是想拍影片啊。那他们应该大部分都会去想的是戏剧类的吧，就是那种电视的电影。想当戏剧人之类的吧。细菌人吗？细菌人。哎、欸，苹果可以耶。可以了，你是烤苹果、哦？苹果，哇，我这边苹果，哇，那我直接把苹果寄来这边店就好了、啊。哦，你说你那个吧，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用苹果发电，不需要用木头发电啦、
完美完美完美，真的吗？这样苹果够电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试过。阿里约，你有想过你要当什么？小时候？小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过哎、欸。对啊，不是学校会叫你写个什么？就像樊一说写那个，你没有写啊？小白卷。没有印象了。啊！居然太久了，没有印象了。你知道我很好笑哎、欸，嗯，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个功课，然后呢就跟我家里人跟妈妈聊天，然后就聊说哎要写什么，然后呢就突然的讲聊聊就跟我妈说，你知道我曾经啊，就是想过要当不要打我当什么哈，然后呢就我还想过说我会不会哪一天跑去当乞丐。当乞丐吗？哇，对，也太惨了吧！您这严重啊，就各种想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八奇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当动物园园长，哇，你梦想也蛮大的啊！哦，梦想很大。直到我国二的小二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始摸 Game Boy，小二嘛，啊，小五，嗯，后来玩的《牧场物语》。小五的志愿就是我要当那个牧场老板，累死了，马上变牧场老板。对，那你第二个愿望没有达成，你怎么办？他现在在麦块里算，哎、欸，他在麦块里完成我的袋子，对啊，袋子怎么办？我的袋子放到袋子里面了，我现在拿不出来了。袋子放在袋子里面，对，哇，这算 bug 吧？啊哈，不是，就是我有一个袋子，就是你的钻石箱，可以放进你自己的钻石箱里面，钻、石包包啦。所以他拿不出来了吗？包包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哇，我要再搞一次哎、欸，天啊！嗯，哦，我上次在想说会不会我那时候的袋子就是这样不见的，重叠起来了。哦，四次元百宝袋放到四次元百宝袋里面，所以它就是从此消失了。对啊。嗯，想我现在做什么、啊？可能重灯就会回来，不会，我试过了。来，我们重灯看看。哇，这里面有什么、啊、我不知道你里面有什么、哦、你看看刚刚观众有没有帮你回放一下，看一下你开起来里面有什么。还好我比较贵重的是放在那个啦，中介袋里面。嗯哼，对啊。哎呀，好难过哦。哎呀、啊、也不能开冲刀拿回来。冲刀他拿回来也不是你原本的东西了。好难过、粉末需要很多的粉末啊，几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32个粉末应该够吧。来去玩自走棋、拜拜拜拜啊，拜拜。不是我啦， 有人说要去玩自走棋、拜拜。啊，要美要再做一次，不想做那个箱子了。那包包好烂，哪个包包啊？就我做的那个不会自动堆叠的啊。哦，那我要做那个钻石包包。我都是用钻石包包啊，比较习惯。皇家黑套锁就跟小喇叭。对啦，小喇叭哦，要再去录一次录音声音的啦。你的声音没了。三小光暗暗，我另外一个小光。小光是那个小光，是那个对不起的那个小光吗？是不是？哦，头贴好像是有风景图的小光。
不是对不起的小光，对，不是对不起。啊，好啦，你们还有什么推荐的背包？应该就是钻石包包了吧？我是都用钻石包包啦，要安全就那个啦。嗯，这个吧。嗯，动粗，那就没了吧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黄色黄金套索那时候发生了一个 bug。我那时候就黄金套索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在套他们，套他们，套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我箱子里面多一个黄金套索。嘿，那个能用吗？我另外一个包包，我另外一个包包等一下做出来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用啊。是哦，我那时候觉得很纳闷，哎，为什么我又一个包包了，有一个套索了？恭喜你获得前往火星的票。谁要去火星呢？我的村民。哦。啊！等一下，我不是。哇，他已经被我做成那个了。我是要粉末啊！我要再做一次。我不是要，我不是要。然后我改天要把这两个 NPC 取名叫做。亚夏跟蛋蛙，亚夏跟蛋蛙，因为他们吃了苹果，对他们吃苹果就会生小孩了。对，怎么了？又有谁问了什么奇怪的问题？可以 Google 了，自己先 Google 哦，不要再聊天室问问题啊。哎呀，当然我也会直接去聊天室。可以 Google 就 Google 嘛，不要问奇怪的问题。我来偷看一下他问了什么问题。那我看看，我不是已经升级背包了吗？我没有升级背包啊。的包包原本是这个啊，白色量子背包啊，可是我第一个白色量子背包就不见了，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。那在第二个背包就是刚刚马上发生的事情，刚刚才发生的前不久。亚蛙跟夏当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当下夏亚夏当，忘记了夏当蛙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排列组合嘛。各种排列组合。现在这边有三个喜欢吃苹果的。哎，又生一个了。你看，这个就叫做排名制度。好啊。好啦，再来就是啊，我刚刚就是要把管子。哦。哎，苦力玩什么这？哎，不是我咯，我现在没有喇叭咯。我刚走过去，看到苦力怕站在我的合成台旁边。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喝个水。我的背包是人物背包里面。说这个吗？没有啊，拿去摸。然后需要，如果我只从包包里面揪回这16个木头箱子，其他的没了吗？对啊。可是木头箱子是不是？有点不太有用，是够了。扔进去只怕说它吸到什么垃圾毒。然后
团团又去吃大棒棒了吗？大哎、欸，你要问他，团团。啊？有人在问你。我在，不在想办法。哦，就故意取错名字呢，又不能取一样的名字。我在想办法那个分清楚你们的声音跟影片中的声音。哦，你在剪片啊？对。好哦。在努力分辨中。A 一是外星科技头痛？不会啊，不会头痛啊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啊。头痛。